所以你 N 次方你能直接胎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就像跟不行去上体育课一样。所以赛西达加上 I 口赛西达等于 N 次方的话，就是先把它变成极势嘛。其实我高二。90度减西达，加上 I sin， 90度减西达，是不是它现在的东西？你先看一下是不是？我现在波浪的地方可不可以用这个来代替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将它 n 次方，我才可以真的用那个啊逆微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n 次方丢进来，就会得到 cos 90度减西达，会被乘以 n 倍。好，加上 i sin 90度乘以西达，减西达乘以 n 倍。好，结果你跟我说我的答案竟然会等于后面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想要把它调整一下，所以sin 的位置我想要变成 cos， 所以我可以把 sin n 西达改成90度减 n 西达， i cos n 西达可以写成 sin 括号90度减 n 西达，各位可以吗？好，那都用好之后来看一下，你们两个即是一样，代表主辅角有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先讲哪一个90度不用乘啊？前面后面这个啊，没有，它是我们说我们是看着90度 sin 西达等于什么 sin 西达等于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这个啊。好，那我现在问题来了，本来是主辅角等于主辅角，可是问题你们两个不是主辅角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极势等于这个极势，所以这两个角度呢要有同介角的 sense， 所以这个时候它乘进去要跟这个角度90度减上西达，是要呈现出一个什么360度的倍数，只是一个同介角而已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减上西达大家都有，好，90度除过去，所以 n 等于多少？1+4k， 所以只要你是1+4k 的话就可以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小于等于2013的整数里面有几个，2015就不用看了啦，对。所以从 k 等于多少开始带，就会在小于等于2013的正整数，所以 k 等于0一直到多少，大概是502吧，503这个数字，对，4520432再加0到503，注意一下是504个 OK， 503又无影响，好，不错。